我覺得個體驗都好重要，一個好飲嘅咖啡可以幫你打到氣，而又真係你感受到裏面嘅風味嘅話，又未算話好長時間嘅，即係五分鐘時間裏面，我覺得有人會願意等一杯好嘅咖啡，一杯好嘅咖啡都幾重要。其實一路都已經好中意咖啡啦，咁啊，所以冒然以白紙身份就入咗行啦，然後入行嘅時候已經決定想開鋪噶啦。